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入轨，取得了空间站在轨建造任务的开门红。 现在无论是这个规模，有航天员在里面的这种感官上的这种舒适性，还有这种工作生活的这种方便性来说，都比原来要，比天宫一号和天宫二号有很大的改善。这个可以给航天员提供的空间是100个立方，超过100个立方，相当于是原来6倍，6倍都不止。第二个就是在工作，就是航天员在里面的工作生活的他的舒适性的方面，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智能家居，就是可以。 给航天员提供一个手机，里面装一个 APP 来控制，比如说刚才说的，一些微波炉啊，可以远程的就遥控它开，然后或者是照明，那个情景照明。